提前在抖音商城买了天目圣品纯牛奶，配料只有生牛乳，奶味香醇浓郁，特别纯正自然。个位数到手这么多，还有好多出游好物，喝零食都特别便宜，还不到一杯奶茶钱，真的划算。多备点零食就不怕路上渴了饿了。点商城搜索春季出游零食推荐，或直接点击我的评论区，就能一键入手我的同款出游零食了，还能一分钱抢戴森吹风机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点击评论区就能 get 到同款了，一起出游吧。